我用我妈寿命发誓，这次消息对你有大用，给我二十万，我就告诉你，可以帮你避免损失上千万。你用什么发誓我都不信，不要想问我要钱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。不要再给我打电话，再见。等等，你不要挂电话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气死我了，小慧直接把我电话挂了。小慧没救了，她一直都是这个脾气。 只要得罪过他一次，就再也不要指望他原谅。那就怪不得我们了。最后他追不回损失也是活该。妈，我们就继续忍着吧。刁翠花吃肉，我们跟着喝点汤，最后也能拿到不少钱。我们也别眼红他了。另外一边，小慧，我可以听你的，给员工道歉，但你能给我借点钱吗？我现在没有钱继续雇员工了。其实我还是有很多回头客。 只是没有服务员了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关门了。我准备高价雇员工，以后我再也不打骂员工了，我和他们做朋友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给你借钱，我和你非亲非故，甚至都不熟，这才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？你要借钱也是找你朋友去借。我都已经没朋友了，我当老板以后就和原来打工的朋友疏远了，我觉得和他们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。可是没想到这次创业失败了。 但我必须坚持下去，不然肯定要被原来的朋友嘲笑讥讽。所以你得给我借点钱，接下来我一定会好好开店，很快就能把钱还给你。我说了，我不会给你借钱的，我只会给你做开面馆的指导。借钱你去想其他办法。王大雷，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可以走了。加盟费便宜一点。你觉得你的面馆很挣钱？这刚来一个加盟商就是赔钱的。 我给两万块钱加盟费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你已经挣那么多了，不在乎我这一点。你两万块钱就让他加盟了，那你不是多收了我四万块钱加盟费？你把四万块钱退给我，这我也不算是借你的钱了，我只是拿回自己的钱。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让他加盟了？他一直在自说自话，他还想免费加盟呢。我是不是还要退给你六万块钱？王大雷，你不用废话了，你给我六万，我都不让你加盟。你已经在我禁止加盟的名单里面了，赶紧走。算我错了，行吗？你没必要和钱过不去，留一手，你帮我说说好话。我可帮不了你。你不是加盟了张启东的油泼辣子面吗？ 之前还一直劝我和你一起加盟，一起对付小慧，现在怎么又来加盟小慧的面馆？你不帮就不帮，还一直落井下石，是什么意思啊？留一手，我以前真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人。我可没有落井下石，当初是你说的呀。我如果要是加盟小慧的面馆，以后和你就是仇人，对付仇人能叫落井下石吗？对付仇人怎样都不过分。 尤其是现在，你都想来加盟了，对小慧也没有一点尊敬，明显就不是诚心加盟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算是看清你了，你现在就是小慧的狗腿子。小慧给你什么好处了，让你这么替他卖命？小慧是我的大恩人，说是让我重获新生都不为过。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都不止，我的老婆和女儿也都回来了。 谁对小慧不尊敬，那就是和我有仇。小慧，你阻止不了我加盟。我手里有钱，我要想加盟，谁也拦不住。喜欢打骂员工的这个哥们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现在不是需要资金吗？我可以拿出来给你，但我不是给你借，我是要入股。没问题，我叫刘东强，我的朋友都叫我强哥，你也可以这么叫。 你能拿出来多少钱？你要拿出来十五万的话，我分给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。小强，你把我当冤大头了是吧？张口就要十五万，而且才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。你的股份是金子做的吗？十五万多拿不出来，你在这充什么大鼻子像我房租十五万，装修十五万，设备十万，加盟费六万。 我这个店一共投资了四十六万，十五万难道不是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吗？你没钱就没钱，不要觉得强哥坑你。哈哈哈，你说我没钱，我可以入股二十万，但是我要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。你要觉得可以，我立马给你打钱；你要觉得不可以，就算了。成交，给我转两万块钱定金，我马上去打印一份合同。签完合同以后，给我付尾款。 就这样，两人离开了。小慧，这两人都不是做生意的料，他俩能凑到一起去，到最后会赔的连袜子都不剩。不用管他们，他们自己觉得好就行。小慧，我听到你刚刚接了一通电话，有人要二十万给你卖消息，是我前夫打的电话，他的电话我早都拉黑了，他就换电话号给我打，经常以各种理由来骗钱，不用理他。 小慧，有可能他说的是真的。我们做生意这种小道消息很重要，尤其是做大生意，一个疏忽可能就满盘皆输。所以不要忽略任何一条有价值的信息。当然，这个也需要判断。你让我去和他聊一聊。第二天，这样挣钱简直太舒服了，每天都能入账十万。不过这次我只能分给你两千。妖翠花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说好的十万就给我一万。 怎么又变成两千了？两千已经很高了，你要知足。反正我觉得每天一万太多了，堵你嘴的代价太大了。以后就两千块钱了，反正你又不用出面，在家躺着就能挣钱。刁翠花，没有人敢这样耍我李桂芬，你彻底把我惹怒了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是吧？